今天是陪妈妈来看，咱们看什么片儿？你想看什么？今天是不是都能满足你？嗯。明日边缘啊。明日边缘。明日边缘都几点有啊？明日边缘，来看一下啊，明日边缘。有5:30的二弟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时间比较好。我看你特别面熟。不能。你是唱那个超越梦想的汪正正？肯定是。肯定是，对，你是来干什么？体验生活吗？不是，肯定是。我们这个就是。你不是这话，我就不敢叫了。你这样，你给我唱一个，我敢叫。叫什么名？汪正正。汪正正吗？怎么不对？绝对是。不可能啊！你给我唱个歌，你就唱那个超越梦想。你这样哈，叔叔给你唱一个京剧。不行。就那英的《征服》，你听过没？那英的征服，不给你唱成京剧，你看绝对厉害。你看，终于我们两人要的是一锅结束，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。放一把火烧了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。这个时候就应该有掌声了。必须有掌声！来，超越梦想，你哪怕给我唱一句，也圆了我的梦啊！超越梦想，唱一下。这个我两个字儿都行。超越梦想啊，一起飞！我需要真心面对呀、是这么唱的不？对，这对了。汪正正大哥真不愧是一坛的大咖，哎呦，在这里要佩服佩服啊！随机应变的这个能力特别特别强，而且还现场改编了一版京剧的《征服》。哦呦，这我觉得，你想现场那对母子也真是有耳福，哎、现场编曲人、现场演绎人、现场聆听。从前啊，只是听汪正正大哥呢唱歌，对，但是真说实话，头一次听他唱京剧国粹，这真是很厉害。我觉得的事儿就是他把江涛也给总带进去，愣说自己就是江涛，你说他狠不狠？其实汪正正大哥长得这么帅，太好看了，是吧？难怪就是一眼，他的个头也好认，那不是不仅长得帅的问题。